没有味道。
全体信众请双手合十。2015年12月19日，岁次乙未年11月初9日，汇聚天后宫乙未年往鹿港天后宫业主进香典礼，典礼开始。陈瑶，大功德主代表宝成集团董事长詹路博，大功德主代表昆山信义陶瓷董事长林隆德，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孙德聪，昆山台商协会荣誉会长李邦新，昆山台商协会董事长魏才，地接祥云，上红中华，哲思黎明，拜神驾祥，风雨免朝，世纪成祥，八节有庆，男女增祥，老幼安康，全家福禄，庇民安康，宏图大展，生意兴隆，圣德佑民，母恩浩荡，赐财纳禄，福气全来，圣哲配天，母仪天下，庇应男女，福贤幼伤，圣母德泽，神威显赫，神光普照，所求如意，香火鼎盛，业主圆满，两宫情谊，千秋万载，锦城一拜上香。Yeah.